各位观众朋友，今天是我们强忙出击节目第690次的播出。为了更增加我们节目的趣味性，我们正在制作新的道具，不久就要以更刺激、更有趣、更新鲜的新面貌跟观众朋友再见面了。因为我们的节目每天都要在6:30到7:00跟观众朋友见面，所以呢，要让观众朋友觉得保持新鲜感，节目就一定要不断的推陈出新。而我们的节目每天也会有不同新的设计。今天我们就有很多动物不同的表演，尤其在现场也有非常精彩的表演。不过节目一开始，我们先轻松一下，我们先漂亮设计。球评的特别来宾是王海玲小姐，欢迎她。王海玲，要不要跟大家问候一下？好，大家好，非常高兴的参加这个单元，虽然我很紧张。好，现在当球迷是很紧张的，因为上面这一位已经挑战了卫冕的两次了，成绩相当好。我们欢迎周思杰小姐。谢谢大家，能够连续的卫冕，我想真的是托大家的鸿福，希望今天能够一样的有福气，希望大家再继续为我加油。谢谢。好，我们请王海玲。球评，现在我们看到在一号球评里边的就是王海玲小姐。这王海玲比起上面卫冕的周思杰来讲，她是属于比较健壮一点的，所以我们看看今天周思杰的成绩是不是还能够很好。我们帮周思杰一起来喊1 2 3。巧克力，有1、2、3、4、5个球评倒地。那么这次一共有15分，我们来看周思杰的第二次漂亮出击。哎呦，这个三号球评晃了一下，结果还是啊。保持稳重，没有倒地。这次我们来看看，有8分，两次王海玲都有机会享受一下这个球评倒地的滋味啊！总共加起来是23分，成绩看来是平平。我们看下一位挑战者，你两次都倒地了嘛？啊，对，可是我觉得我应该不会被撞倒地才对，所以我这次来试试看。好，试试看。可是这次换了个男士，这位是非常有喜感的陈伯正先生，我们欢迎他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阿西陈伯正。那刚刚汪海玲讲的那么有信心，我想好男不与女斗，我大概会输他了。好，那我们一起帮他加油，并且帮他喊1、2、3。对了，陈伯正相当得意，轻轻一推，结果稀里哗啦倒了一大堆的球评。好，这次呢有17分，我们继续来看看陈伯正先生的第二次漂亮出击。倒了不少球评，这次我们来看看啊，有13分，哎呦，总共加起来30分，已经超过卫冕的周思杰了。好，看陈伯正有希望能够挑战成功，但是我们还再来看看下一位挑战者。好，下面这位装在球评里头是一位非常漂亮的美女，这是林嘉荣小姐，你要跟大家问候一下。大家好。好，那么我们来看看上面这位是港都小姐崔佩仪小姐，欢迎她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崔佩仪，今天很高兴上这个节目，希望我在强棒，漂亮一下，会有好的成绩出现，大家替我加油。好，来，各位观众，一起帮他喊1、2、3。好，这个港都小姐的力气还是不小的，我们看看是4分。这次有14分，我们看崔佩仪小姐的第二次投球。4、1、2、3。好，用力点，用力点。
不错。哎呀，看样子有了新的状况发生了。刚才是四分，这次是七分，加起来31分。陈柏正先生是30分，所以崔佩仪小姐以1分成为今天的卫冕者。